拥抱只是种接触，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找回失去了的温度？如果爱变得辛苦，亲吻变成了义务，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式解脱这份束缚？若爱是痛苦，而快乐的方式是结束，我们能否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或顽强地坚持着那所谓的幸福？若爱是残酷，而慈悲的方式是结束，我们能否领悟，不是谁的错误，不顽强的呐喊着是谁对谁辜负。好好认输，拖这份束缚。若爱是痛苦，而快乐的方式是结束，我们能否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或顽强地坚持着那所谓的幸福？若爱是残酷，而慈悲的方式是结束，我们能否领悟，不是谁的错误，不顽强的呐喊着是谁对谁辜负？好好认输，或顽强地坚持着那所有。